想要带你们一起去体验美人鱼，当然美人鱼体验呢。对，哎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完全不会游泳。但是我最近在学自潜。水里拍到一些漂亮的照片，你可能需要闭气，该待够久。对，然后你可能需要那个躬身下潜的那个 pose。对，教练，那我们来到潜水池这边。那在进行我们这些训练之前，我想要问一下教练的肤色啊，什么问题啊？不够黑吗？今天很均匀诶。对啊，没有，他的肩膀有比较微烤焦一点，看到你好像这边会有一点色差。对，因为看到。那你会裸奔吗？就有的时候，就是裸潜，不是裸奔啊，裸潜，就是发现哎，现在四下无人，我想要我军一点，你会脱下来吗？不会，你也太奔放了吧？对，我们要去国外的话，可能会吧，因为没有人认识你，因为你还是会想要整个晒均匀，或者是你有裸泳过？我没有啊，可是我之前，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，就是晒到就是真的只有一个泳装，我觉得很难看。我就觉得是不好看的哦。那等一下好像有点晒到哦，所以我的不可以啦。好啦，我们废话多了，来，我们现在来，先要进行哪一个暖身动？然后先做陆地的拉伸，先坐下来，坐下来。等一下，因为水有浮力嘛，啊，我们吸气的话就会浮起来。那如果我们想要在底下拍摄的话，我们就要把气吐掉才沉得下去。嗯，那我们试试看浮气的闭气，浮气的闭气。对，那你觉得大概要闭多久？因为都已经吐掉了。对，可能撑多久？15-20秒。哎，试试看。浮气的闭气好深奥哦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它会这边会有点凹进去的感觉。如果吐气的话，这边可能会凹进去，会像这样。他的胃这个什么气啊？是横膈膜，它会被内上升。吐的很干。如果没有那么瘦的人，凹不进去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有一点。我快死掉了，就是横膈膜很紧啊。对，那就会跟你自潜有关，你的深度可能就会被限制。所以你是因为很长训练，所以你的横膈膜是非常有弹性的状况，你才可以这样伸缩自如。不要讲啊，老师我有吗？你看一下吗？好，闭。哎呀！我很多天没有吃饭，我也可以吧？试试看，吃不到。你试试看，我们一起，我们加油，我们加油。中餐吃太多。等一下，我们是先吐气，然后再把你说吐气要这样子吗？这样会吐的比较多。好，等一下哦。等一下。腹肌好像你不会使用你的横膈膜，我是拉起来才变这样，我不是因为吐气耶。我觉得它是有点真空的那种状态，对，它就是横膈膜会被往内抽，所以我这样子是没有吐干净的意思，我里面还有气吗？你可能吐完了，可是因为训练的关系，横膈膜太不够，横膈膜没有力，太紧的女人是太松，是太松紧了。手头紧啊，手头紧。好，但是如果我跟他没有办法像这样子
子的话，还是可以玩吗？可以，可以哦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这个动作会拉伸到你的肩胛，肩胛子，对，很重要。那它的动作会像这样子，然后你的肩膀要往下压，肩膀胸口会有点着地的感觉，尽量让它贴到这种。哎，你做错了啦，胸部在地上，不是在你的膝盖上了，你把胸部放在台上了，你放错地方，整个胸部要这样子贴进地上，这边才会开，对，这里才会开。的脚嘞，脚有点会折的感觉。对，然后翘屁股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样子压这边，对不对？对。有很酸，是这样子的。有酸吗？啊，有酸。手可以伸，需要帮你一点忙吗？先不用，先不用。太紧了。啊，太紧了，你平常要拉一拉的。我有吗？有，可以吧？你的还不够哎，胸部要贴地。贴地的感觉，那我胸部贴不了啊。哎，我胸部可以哦，我胸部贴得到。为何啊？各位观众，先给我们看。哎，好吧，我今天可以，超柔软。先给我们看。哎，好吧，我今天可以，超柔软。耶，强啊！怎么样？可以可以，找到了你的那个动作。找到我的强项，用胸部走路。对，好奇怪的强项啊！等一下，最重要的，胃腹，胃腹，对，什么胃腹？就是你的海豚踢，会这样子这样。哦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对，你讲这个胃腹，我们就懂了。我们是跳舞的人，我们平常在喂食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，我不到爆。平常在喂食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。手出的时候，手跟头一起，然后胸部、肚子出去，然后坐下来，对，来，哦，然后手跟头一起，然后再屁股，他在中间，哦，好，来来，进步，来来，带着他做。